什么？鬼鬼竟把健身器材当脚踏车飙？好，进行一个彩妆品。脚踏车要骑出去，然后他的朋友看到还说：“哇，你的小脚好特别哦。”水水化妆包比马桶还脏，为什么你的这个不好脏哦？好脏哦，比马桶还脏，而且它这样抖还有，还有那个，撑满，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撑满。蝴蝶推荐超新奇彩妆品，你知道这个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研发的？屁呀，真的。太空总署研发这个，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太闲了。收看。蝴蝶蝴蝶是不是真美丽？今天要聊基础彩妆。没错，我觉得我本身的那个化妆的功夫很好。真的、哦？对，因为我是大小眼呐、啊，可是你们现在这样看得出来吗？有啊有啊。看得出来哦。对啊。这蝴蝶结一边大一边小、啊。不是，我说眼睛。大小眼。看出来吗？其实还好哎，你怎么弄的？快教我！就是把这边的眼线液画的超厚哦，然后就修饰。对，所以你一把那个眼线退掉的话，就变这样，大小眼。没有，大家好，我是蝴蝶姐姐。有吗？有这么夸张吗？没有那么夸张。好，我最近有画了一个很厉害的妆，因为我们最近要这个我们团体要发片了。哦，对耶。不得了，他们想说要在 MV 那，因为光打很强，然后又那很帅，就是双眼皮胶、眼线，然后再隐形眼镜，然后再弄睫毛，然后再把它增长什么的。还用睫毛？就是用刷的。真的假的？对啊，那走视觉系啊。也没有，就弄出来还蛮帅的。啊，我不信。到时候看 MV 就知道。重点今天还是会教大家很多正确的化妆的方式，怎么修饰脸型。没错，赶快欢迎第一位名模水水林佑莉。星星水水 Party， 嗨嗨，网拍水水 Lingo， 耶！哎，鬼灵精水水真的很鬼灵精，上哪去啊？上哪去？好忙碌，乱冲乱冲，没事。哎，今天有来位巨人的意思是？也太不公道了。好啊，马上底下就来进行我们的水水热身赛，大家好好的消耗自己的卡路里，好不好？接着说明热身赛规则，每位水水手上都佩戴一只可计算卡路里的手表，动得越多，卡路里消耗越大。热身赛后将根据卡路里消耗量决定下一个单元的答题顺序。各位水水们要努力摆动身体哦。往右边，鬼鬼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，你的腰部越来越纤细，再来，巨臀鬼鬼用力一点，快这边，快这边，不要再分散注意力了，换来手掌。右，左，右，左，你有没有感觉你的臀部脂肪在消耗？有吗？阿粉加油啊！阿粉这样放头上的，一二三，叶子老人在跳。哎，快这边，抬大腿，抬大腿，收大腿，跟着练，抬大腿，用力用力用力，收大腿，收大腿，抬大腿，不听话，用大腿，好，交换，上 ，OK 吗？阿粉跟上，阿粉。还蛮那个 low， 他说跨季饼，跨季饼，请问跨哪一点？很可爱啊，对，蛮可爱。今天大家好好的来回答我们的基础彩妆的题目。